绍一下三千安大电流组成我们进行这个经线。我们先将这个仪器左上角的这个两个电压输入这个连接到这个上流器的那么对应的这个颜色插入，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输入也是连接到我们这个上流器的，然后我们将这个长臂点短接，然后还有这个电源接通到电源上，然后我们这儿呢，这儿有一个二磁测电流接到我们背视屏的二磁测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输出上 RGL2 流经我们的这个背视屏，这个进行一下测试。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电源开关，然后进入这个主线那儿，这个是我们这个调这个电流的旋转，这个是锁定键，锁定这个电流停止和开始键，然后我们升流前需要点击开始，然后通过调节这个旋钮来调节这个输出电流。第一行显示的极性，第二行显示的是注入电流，然后这个是二磁测电流，这个是 CT 的变阻值2015，我们现在调到了700安，我们这时候可以点这个锁定键来锁定这个数值，如果不锁定的话它是一个波动的数值。然后测试完毕，我们将电流调到0，然后再点停止关机。